有的时候呢，再加上管乐的配置来展现音色的层次，讲究的呢是意境。就像咱们好多中国传统艺术一样，讲究留白，给观众们一个回响余地。没错，就像接下来邹流沙音乐工作室要为大家带来的这曲《站台风》，我从中感受到了我们这三年来是如何与新冠疫情反复拉扯抗争，还仍然坚信我们会胜利的精神。好，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《站台风》。 Please enjoy Fighting the Typhoon by Lisa Zhou's Music Studio. Please welcome.Thank you.